基金会秉持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宗旨就是爱着咱大家吼，身体健康，所以才办咱这场的免费的抽血，还有腹部超音波，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有去检查到，讲我原来是迄落有癌症，吼，一开刀。结果开上一块，遐土石遐大地个啦。但是一冬后，伊就都复发。拄我同学介绍伊好朋友，迄、那个摩连顿医师，哦，伊讲伊会晓迄个烧灼术，啊，这烧灼术真牛啊，真好。啊，所以用烧灼术甲做成功，啊，所以我会当拖较紧啦。但是毋是讲做烧灼术就好了。你嘛是爱得随时食药啊，哦，食药啊，随时定期检查，哦，啊，袂使啉烧酒，袂使食薰，迄种一定袂使啊啦，哦。咱过去到22年的时阵，咱的肝病吼的这个罹患率啊，吼高达每10万人口高达48.2%。咱经过20冬的努力，降到19.8%。19.8%，将近折半啦。所以那个肝病防治在大家的协助之下，我们在这个肝病防治工作上面非常的有成效。我想对大家来讲，这个健康检查的部分就是疾病预防的最前端，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好，让这个大家更加免费，这个方面咱在各个乡居里面给大家进行这个癌筛的这些工作，我相信对大家的健康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也希望这次的活动，我们这些扩大的筛检工作可以加速来让我们偏乡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那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出席，谢谢。肝病防治基金会成立30年了哈，今年已满30冬了，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把这个肝病能够消除，希望大家多多做筛检，然后得病赶快治疗。现在的药物治疗方法很发达哈，以前我都治疗，今麦都不治疗啊哈。那今麦今天你刚讲到天哈，协助大家都能够，检查都是非常健康的哈。如果是有问题的话，请马上就。医院去追踪检查，好，谢谢大家，谢谢。